欢迎梁鹤群先生。哇，超有型的！为什么你不像黑马老板？哇塞，你不像黑马老板，而且比平常哇塞，我觉得很像那种欧洲的诗人什么之类的。西班牙的画家，对啊，他像画家或者是诗人呢。哎，你怎么是撑得住这个衣服？我觉得很奇怪哎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辈子会穿成这样。而且小梁哥屁股超翘的，哇，真的，侧面侧面看得出来，因为他腿的部分就看起来就是好紧，屁股好翘，没有想象中身材这么翘。他屁股好翘，没有啦，其实没有啦。哎，你很成功哎，这个披肩也很适合你哎。为什么？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毛靴在他身上比在人板上合理？合理很多。我觉得他应该比较瘦的关系。就是，来，让他先走一下台步吧。转身，转身，他不敢坐，转身。我觉得你的背影可能会被人家吹口哨哎！哇，好有型哦，有魅力耶！刚刚跟你说走在哪一条街上的时候，不信你转过来我看看。走在公园路，你转身，你不觉得这很人家很会误会吗？就很像那种女生的阿哥哥时代的那个打扮。这裤子刚本来真的穿不下，硬塞他说硬把他这个扣起来这样。所以 Enzo 他这个这样撑。如果是你的标准，这样穿 OK 吗？我觉得 OK 啊，我刚刚一直睡不着，觉得是真的很好看的。对，我很意外。如果我不是认识梁鹤群的话，他如果在我的 party 这样出现，我不会觉得他很突兀哎。对，我会认为他 OK。我会觉得他已经可以开时尚部落格了。对，时髦的那种。对啊。妙哎，你怎么会这么多年埋没你的潜力啊？对啊，你应该穿怪一点，你不应该穿那么保守的。穿怪一点，这个没办法回家啊。以后来拍可以。女主英雄在家里啊，小白小白，那你可以帮他去后面换掉披肩，加上毛毛吗？换这个毛毛，好哎，走吧。来换另外一个。哇，你们三个都很有型哎，好成功哦。对啊。宝，刚刚你帮人把他挑顶帽子，我看看。很透，蛮透气的。哎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真的有福尔摩斯的感觉。把那个皮包，把皮包拿来。皮包，好有型哦。现在爸爸要这样勾，用这边勾。翻了翻了。老板，这应该用提的吧？对吧？给把声音怎么样？完了完了，毁一代，毁一代。这种包包怎么拿？就这样这样拿就好了，这样拿就好了。男生绝对不能抽包包。任爸脸上笑得这么样的牵强。啊，任爸爸跟那个洪都拉斯两个人一起走台步吧。这两个人一起开的 game 好。他又不敢出来。再次欢迎梁鹤群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帽子像很像古代的人。你内心大一点点会比较好。我懂，我懂。这个有点超过我能够。因为下半身太憋了。对对对。刚刚那个比较成功，刚刚那个比较成功。Sorry， 这个是开玩笑，不好意思。来帮他换回披肩吧。大 S， 你觉得任爸爸身上的东西，他认真可以考虑的是什么？鞋子。鞋没有问题。对，因为任爸爸的鞋子就是任爸爸身材非常好，对，穿着也非常简单。可是，一看他的鞋型就知道他是比较属于上了年纪的人。嗯。可是任爸爸穿这种有一点翘头的鞋子，非常的性感。那马王，你是不是不感觉你这双鞋跟你自己有的鞋？有翘头的机会了，啊不，啊是，任达四的黄腔又来，找到机会去开了啊，我会把握打了机会，对啊，开玩笑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位男士改造，你有把它恢复成披肩了吗？有，恢复了，他已经 ready 了。啊，这好适合啊。哇，好有型哦！真的很适合这个打扮，你以后就穿这样吧，梁鹤群上节目啊，打死！哇，很好看。
好 fashion 是吗？那个 Enzo， 你过来，是蛮好笑。Enzo， 你身上这件衣服我有点好奇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外套。对啊。你绝对能把它塞得下这件，一定塞得下，大概45公斤吧。哇，他只是瘦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你瘦毛可以直接钻出来哎。哇，真的。认吧，好看。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这个太像哈利波特里面的。哎呦，可是认吧，这样就不像，这样就不像有开 gay 吧。哦，是。这样就。另外的感受。说不出来是穿越，不搭，对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，对，应该就是不会穿衣服的感觉，手足无措，一定要穿而，对对对，为了穿而穿的感觉。Enzo 这件好像只有你能穿诶，真的吗？Enzo 你里面现在你太瘦了，你挤腰啊？哎，你里面穿的是女性的卫生衣耶，这是那种防寒衣，对呀，卫生衣呀，你故意把自己搞这么瘦是不是？没有，哇塞，你就一直这么瘦哦。好，你穿回这件来，让任爸穿，让任爸自在一点。今天这三个打扮，你最得意哪一个？很难取舍，左右边我觉得都很满意。哦呦，很明显了，感恩，我被平气在外，我可以回到原来的我了。因为你那个抗拒性太强，是不是？凯蒂呢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小杨哥马上荣登第一名。哇哦！他呢？我还是喜欢任爸的。任爸爸，自己的就对了。小白呢？我当然喜欢我自己的搭配。西西呢？我也是喜欢小杨哥的。对，我认为梁慧群今天这是对啊，你好像神来之笔耶。会不会弓箭直接就？你去巴黎看球都 OK 耶。梁慧群，你这样穿会不会像是演个动画片？有没有？是有个史瑞克的猫嘛？你可以去代言啊，你去参加首映典礼啊，好可爱啊！那任爸爸不好意思哦，那把中间位置让给梁鹤群。没问题，来请，感恩辛苦。哇，那个梁鹤群拎一下包包好不好？没有。好，时髦哦！三位一起走台步吧，好，出发。成功，谢谢各位。